欢迎来参加开学典礼。没有同步。无线传输会累个一点点、啊、就是看这里的环境呢、啊。今天可以来跟大家说明。教你画面出来。他脸可不可以同样的画面？对，脸也可以设定跟他同样的画面啊，这个要再设定啊。但是一般他就是让脸。能不能同画面同步同画面吗？有，可以同步同画面的、啊。同步同画面吗？对。哎呦哎呦，哎没有，他是学年度开学典礼。这个要再设定一下。声声用平板。这个可能再试一下，好，一般我们都是直接播下去，直接让他下去用这样子的。那他这边好像这个工具，我 demo 这个给校长看一下哈，他这个是 AI 的东西啦，他可以训练。你看他这里这杯茶哈，这杯茶，我现在给他认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有没有？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今天我来训练他，这杯茶是什么东西哈？我拍两张照片，啊，打咖啡的对，我打 cup 哈，我打 cup， 然后这边的话给他两张照片。好像你的背景就这样子没关系哈、哦，对，他就把你当成他背景的一部分，把它放近一点。他这台机器人其实软体现在都变得很完整了哈、哦。那我现在出来哈、哦，我现在出来，你看我再拿给他看，有没有？看，他有80%左右的把握可以认出。这个东西叫 cup， 所以这个就 AI 影像训练机器学习的一个应用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，它这个很多学校这是后来采购完它才出来的一个软体功能啊。对，那这个是 AI 训练学校的部分。那其实它这台机器人现在的软体其实非常的多。